小安啊，我们今天来玩这款游戏啊，昨天才刚出啊，它看起来像是 GTA 2D 版本，但实际好像更像幸存者。这把 GTA 跟幸存者两个结合在一起，我们不多说，直接来开始吧。哎，简单的汽车控制 ，OK 啊，自动瞄准有了，就是自动瞄准起来就很像是幸存者类型。那我们要在城市上活下来，有六个角色可以选，我们先来个最久的圣诞老人好了。生存20分钟，到达核打击，然后跟女孩们一起喝冰镇果汁莱姆酒。然后你看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升级，但我们目前是零块钱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。Yeah！ 然后我就要开始破坏这个城市。哎。哎，我可以抢车子耶，是很像 GTA。然后开始攻击他们。我要去哪边弄个枪之类的？哇！碰碰车，哇、哦，碰碰车会爆炸哎！哦，车子来了，可以，撞开！哇！然后我们要过去，我们要从哪边过去啊？他的车子控制。有点不太习惯，对它控制跟我们平常习惯的不太一样，对，有点不太一样。我要怎么下来 ？OK， 哇，快跑！然后我之后左键一开始可以打，有枪之后应该可以自动帮我攻击。会。Don't be so rude！ 哒！哎，这里有东西啊！哦，有了，我们可以升级了，更快的运行速度，然后更准确的枪支，然后一个炸药，然后下一个升级在这边，按 Q。哦，哎，我炸了，我会炸到我自己，对，我会炸到我自己。然后下一个点是在这个地方，嘿，哦，我还可以在水里，哇，水里面。啊、然后 shift 是、空白键是冲刺，然后右键是怎样？右键是连踢。OK， 左右键都是踢啊。然后到新的地点，我们就可以拿到新的东西。哇，那回血好像也跟幸存者类型一样，不太会回血，所以它就算是把两种游戏集合在一起的感觉，不觉得还蛮有趣的吗？而且这游戏很便宜哦，这戏只要大概，嘿。送你一颗爆炸！哇，炸到自己了！这游戏只要90块的样子，非常的便宜。哦，哎呦，我把警车给撸爆，会有赚到钱呢。然后我会获得金钱磁铁，更快的速度，劫车者，更快的尸体。好，你可以拿更多的。哎，那我要怎么换？我要怎么换武器啊？我看他们都可以换武器，哇，在游戏的那个介绍里面应该是可以。哇，我快死掉了，你必须要抢一台比较好的车，就你了。手刹车，小朋友才用手刹车，我们直接撸爆。OK， 直接撸爆，左键射击。我可以射击什么东西啊？哇！哎、欸，我要快跑了啊！哎、欸，我被我自己的车撸死了，三星！我被我自己的车撸死了，就跟那个以前玩 PUBG 一样。然后他的声音好像有点偏大声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再把它转小声一点。购买升级，实现我们的目标，不同策略。我们现在有400多块，哇！我刚才赚太少了。再一次，哎，然后他真的太……你看，我已经把声音关到很小了，我已经关到很小了，但还是很大声。看一下，嘿，哦，我可以抢警车来开，对不对？解决掉他们哦，我又会拿到枪了，原来是。
有武器的把它解决掉就没问题了。哎，然后我有没有自动射击啊？我刚才不是说它会自动舌头？有了，自动瞄准，自动开火，好啊。我们刚才自动瞄准了、啊，那它近距离会自动踢吗？不会踢，还是我们要自己踢？哎，嘿嘿，哎。他那个视角没有像那个脑袋游戏这么的高，但是也蛮高的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我们是不是需要抢一台？来，抢一台比较快。一星，我们要到达五星的样子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我们要赶路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让我们车被撞到。有了，我大概习惯开车的方式了。嗯，因为它就单纯的上下左右，正常来讲的话，前进后退跟左右其实应该是要岔开来的。乌兹哎，允许无球打棒球，来个乌兹好了。哦，我在车里面也可以开车开枪了。OK， 下一个在附近而已。有欸，自动瞄准超方便。哎呦，这里更准确的枪支瞄准跟速度，更多弹药。黄铜汽车装甲仅限目前的车辆升级。不要，我现在那些小台的随时都可以换，像是抢你的。哦哦，快跑。哇哦，哎，打警车好像赚最多哎！哇，警车赚最多，可是我武器有点少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。然后他说像幸存者嘛，他又不能拿复数武器的样子。我们刚才那把武器用完就没了。哇哦！来来来来，消防车。没有什么比得过消防车的，如果有话，那可能是油罐车吧。来，哦，下河喽。OK， 哎，要跑了，你去外面再抢一个，踹你一脚。还好远哦，三百多，这里好像一台车都没有哎。我们刚刚一个啊，你，哦呦。痛！借我，借我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！他是不是撞到自己？哇哦，哇！哈哈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就你了 ！Go！ 哦，这游戏好嗨哦！然后他像 GTA 那样子可以到处横行无阻，但是操作起来，你看那种这种八七都可以操作了。我想大家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。哇哦！哎，它在上面哦。我可以从这边上去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墨镜，我的作品吸引了追随者。Upgrade， 升级是不是？但升级什么东西啊？他没讲升级了什么。哎。哦。完了，我是不是该换车了？但是我现在停不下来，完了，快跑！我的血量，哇！我的血量好危险，哇哦！哎呀，哈哈！就我觉得他要找地点，要一直开车，这点是有点可惜。顺便有其他关卡是不开车的。因为开车的话稍显哇，完了，完蛋了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这台好耐撞，这台超耐撞，超级耐撞。OK， 这里还可以再一个升级，来。
造成的伤害增加，我们把这台车直接升满好了。 OK， 它变黄铜的了，它竟然这么耐撞。哦，这个好近啊、哦、更多的血跟更大的建设伤害机会，治愈跟修复，更多的血好了。虽然我们只有一格了，但没关系，没有再怕的。走吧，我们是疯狂圣诞老人。哇、哦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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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哇！这里完蛋了！哎、欸，我的车好耐撞哦，我车超耐撞哎、欸。拿好多钱，先拿一下。哦，装甲车也没有我的车好撞，可是我被卡住了，对，我被卡住了，完蛋！我、哦、可以了，我们现在四星，差一点要五星了，哇，装甲没了，哇！这感觉起来像是一台老爷车而已，怎么那么凶啊？哇，各种路障。有了五星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好像在里面呢。哇，可以，要整个穿越这个城市，然后下来。它的操控其实蛮好，蛮简单的，有点钱可以赚。啊，在这，快哟、哦！在它爆掉之前，哎，治愈并修复车辆，哈哈，那个强制续命。哦吼吼，下一个点，感觉要换车了，哎，走，哈哈。这根本是超级飙仔，这城市太大了，我觉得我们不骑车，不开车，好像没办法，没有办法去拿到我们下一个升级。哇 ，OK， 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要六星了，到底几星是我们的目标啊？不知道几星是我们的目标，然后我们可能要换车。哇！哦，就你了，小黄永远是最强的。下海咯，哎，没有，这不是，这去哪里？这里还有一个，咚咚咚，钱更多。哎，允许正面汽车碰撞不会造成健康损失。保险杆，哎。有了，他撸了一个保险杆。这个是什么？哇，火箭筒！这火箭筒有点凶。这个保险杆让我想到我们的海盗幸存者，哎，对不对？海盗幸存者也有一个撞脚。Happy Holiday。哎，我要上面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要从……哇哦，它有地图吗？完蛋！哇，这个也太难上去了吧！等一下，换一个，快跑！哎，踹踹踹！嘿，完蛋了！哦，这里，哦，来得及，好险，我差一点就要去了。来，横冲直撞，是吉普车哎，军用吉普车哎，他对我们发射火箭，在这里。铁怪哦，突击步枪，增加装甲。抗衡冲击，我觉得我们目前车子好像蛮重要的，我们就这台车子拿满它吧。
那我可以直接飞下去吗？我可以直接飞下去吗？可以，吼吼吼吼，直接扣好多，扣太多了。哇，我们才刚升级，好了，我要抢你了。啊！哇，直接把它撞烂了。好，升一格血，我们需要再一台车。哇 ，OK， 哎、欸，我的枪变成三发的嘞，哇，坦克，坦克，哎呀，我差半秒我就把坦克给占下来了，好可惜哦。嚯、哦，实心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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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。我们现在找到城市周围所有秘密物品。啊，我们说要喝什么东西？喝个酒之类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3000多块，解锁要求什么意思啊？18个婴儿，45个黑手党，意思是说我们要清掉这些足够多的量才可以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啊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哦，生存20分钟。对，所以他确实是幸存者，没有错。我们一开始可以买东西了。刚刚如果有劫车者，我们就会更方便了。然后一开始3000多买一个 shotgun， 圣诞礼物，远程引爆圣诞欢乐。然后装有袋子的礼物，可以推开来袭的子弹跟汽车。我们来一个圣诞礼物好了。然后专业化哦，我们可以闪避更多。要来一个铁怪，600块，我们可以来一个增加爆炸的影响，这个是爆炸对不对？好，可以 Go。 Harassment， 那我要怎么引爆它？哦，哦，他在跟在后面，我们其实一下就可以把他打了一个好大的嗝啊！哎呦，哎，右上角时间倒数时间，我现在看到哎，不过我想你们大概不意外，因为日常87嘛，所以我们不是要拿到新数，我们要，我们要活下来。所以说他像幸存者确实是也蛮像的，虽然武器的部分如果更多就好了，不过也不错了。哦，推土机有很多车可以开啦。推土机好像有很强吗？哦，有很强，推土机超强，我的天，哇哈哈，哇，推土机是鬼。OK， 撞，全部直接撸烂，哇，撸烂，哦，拿到一把枪了，碎啦，哎，推土机好好用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虽然说它移动速度比较慢，但是它非常的棒，撞，哈哈，啊，而且它正面撞是不会扣到血的，这个可以撞吗？还是不要撞好了。有点危险，撞！哇！哎，这里我们来到中式建筑了啊！侧面被打到还是会，哎，被子弹打到还是会扣的，但是正面不受伤，这点就很棒了。哇！哎，这个是在楼下，楼下其实我从上面也可以啊。目前车辆升级，加大车速跟加速度，欸，可以。我们就一个推土机撸爆他们，然后我们从这里离开吧。我们刚刚活了多久啊？肯定是每20分钟吧。哇哦，现在还有18分钟，我们要努力活着。然后我们有个成就解锁，好像需要敲。足够的计程车的样子，正面本来就不会了，所以更多的枪。
我们要尽可能多拿一点，尽可能多拿一点升级。对，它还蛮有趣的，是它的武器只有一把，但是玩起来其实不会让你觉得腻耶，因为难度吧，我觉得它后面难度真的偏高。然后这里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哈，那是圣诞奇迹 Christmas Miracle， 这很像我们之前在看那个电影，圣诞电影的时候都会讲这句话。哇哦，哎，这台好强啊！一开始还觉得其貌不扬的，哎，再来一个加速度，回来啊！车快坏了，他那个直接撞到爆炸，太亏了。哇，快坏掉了！哇，哎，不行哎，我想要跟这台共存亡，我们的升级全部装到这台车上面了。然后我们再，哇，好像只能离开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我们在车上好像是不能用炸药，是不是？哇哇哇！我快死掉了，拿点钱好了，我怕我等一下死掉了一场空。婴儿车，哇哇！嘣！砰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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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车！可惜了，我们拿车辆升级好像有点浪费，因为它用完，车爆了就没有了。哇！然后它的点好像是随机的，就是下一个点。刚刚有很近，也有超远的。来，下一个，补点血好了，我们还要再活15分钟。哎，全部撸掉。哎，有了，我把它解决掉，我就有新的枪可以用。送你们一颗。新的点在这边，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我可以直接撞过去吗？不行。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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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有没有想开那台货车的？别跑！哇，好像装甲车更好，就你了吧，装甲车。开开开开开！我开错台了。哎，油罐车其实很不耐撞哎。哇，油罐车非常不耐撞。哇，完了，这好像活不了。哎，这游戏难度很可以耶。哦，突击步枪，好吧。哦，哦。还开错台了，但也不错、啊。好远哦！哇，它的蹦蹦蹦蹦蹦超级大声！啊啊！不行不行，这里要跑！哇！送你一颗，这个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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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台哦快死掉了，哎，它会掉补血的，有冲啊冲啊，感觉可能不行了，哈哈哈。这把武器超强哎、欸！这把武器超，哎呦，超强哎、
超凶狠。哎，没有在车上就要小心被他直接撸到。哇，哎呀，直接撸到太亏了。哇，这次才八星而已，直接撸到太亏了。哦，然后他的音效还是偏大声。某些可疑的公民比其他人丢了更多的钱。我们现在有2000多块钱，我们可以超级雪橇，好可惜啊。我们有新的角色了吗？还没有，他说要30个，他也没有讲我目前几个，还是说要一轮里面有那么多个啊？一轮里面要那么多个好像也不太容易耶。礼物袋，礼物袋是右键，就是不是用踢的了，然后爆炸范围更大。好，然后我们偷的更快，我们需要偷车更快。有了，这样子再一 round。哎，我变成垃圾袋了耶！然后垃圾袋会自己攻击，踢不会，但垃圾袋会。哎，哎呦，好痛！然后说这个垃圾袋可以挡子弹，好，把他们撸死。有了，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枪了。空白肩章，哦，刹车，这个是刹车。哎，黄铜汽车，我们就不要拿这个，仅限目前车辆的话，这个升级对我们来说不优秀。走吧，哎，这里可以过去吗？可以。它在那个地形的运用上面，哎呦，设计的蛮有趣的，就不是让你完全横冲直撞了。对，你想横冲直撞，有其实难度蛮大。我 ，OK， 哇，车又快爆了。这个吧，换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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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，就你了。啊！可恶，我们想要换车的，要不然你吧。有了，枪没有换，有点可惜。哎，可以哎，其实，在车上是可以丢炸弹的，只是丢起来会有点麻烦，但是可以的。它的操控上，我有办法把它那个控制 Q 改成右键，右键不行，它不能改右键，可惜了。因为它这个同时方向键，哎，我其实可以上下左右，反正我枪会自动瞄准嘛，我用我的右边的方向键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可是我有点用不习惯。哎呦 ，OK， 送一颗给你们，我还是一只手按就好了。我们要一直送炸弹。对不对？一直给他炸弹，一直给他炸弹，一直炸。然后我们要去的方向在哪里啊？错边了啦！哈哈。OK， 对，拼命炸，然后车都跟在我们后面，全部炸光。嘿，哇，哈哈。送你一颗，再送你一颗，可是把他们炸掉好像也只会增加那个追击难度而已。我们要活久一点，是不是追击难度不要升太高啊？哎，更准确，枪支瞄准。换车换车，就你了。哇，送你们一颗啦。然后下一个点，哇，棒！哎，他的那个物理引擎做的其实挺好的耶，哇，其实挺好的。我再一个，接下来我们要往哪边走？这里好像啊，有了，
送你一个，棒！有了，渐渐好像比较熟悉这游戏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别跑，别跑！有了，棒！可以可以，再给你一颗。哎，为什么我笑起来变圣诞老人了 ？OK， 哇，这台车被打到真有点亏，然后它上坡上不太上去了，开始路障多起来了。你们看啊，路障开始多起来了，然后补点血，接下来是要往这边，我们这里应该可以直接开下去。对，这里可以直接开下去。嘣！可以可以可以，送你一个，给他从后面撞我们。接下来是要往上走，油罐车有一颗，可惜了，如果可以把油罐车直接炸爆的话，应该蛮好的。哎，我还是不知道这个 upgrade 什么意思，如果你观众知道的话再跟我讲一下好了。我们还是提高这个吧，这个我们可以直接不用换车也没关系，换车也没关系的。 OK， 哦，他有台自己撞下去了。哇哇，这里撸超多人，我的天。哇，蹦啊，他把我往前推，就炸到我自己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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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哇哈哈，太凶了太凶了。我路障是这个时候才射的，欸，继续往下走，装甲车来了。哇，这个我们要直接过去。哇，哎呦，为什么我被车子给撸上来了，欸，哇，被撸上来了，欸，快，哇，哦哦哦，直接撞烂，有一颗给你，哦，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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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嗨，这台车好嗨哦，直接撸爆，然后留一个给你，啊，我炸到我自己了，可惜了，欸，油罐车，欸，可我们都没有留下来吃钱呢，欸。对不对？没有留下吃钱，他感觉要不断升级，比较有可能可以活到最后的。我觉得我们这一 round 可能没办法。哦，这里不能上去，完了完了，车毁了！哇哇，呵呵，快跑！我可以抢他的吗？我可以抢他的啊，可惜了，我可以抢摩托车，哎，哦，公车，好，公车没问题吧？这边，这里要怎么上去啊？哎，完蛋，快跑！啊，这里，来，哈哈哈哈。哦，这游戏好嗨，我的天，嗨翻！冲啊！还有12分钟，反方向。我在想要弄一台那个装甲车来开。哇！有了，我们的武器更好了，说不定有机会哦。有了装甲车，
哎，可是装甲车快坏掉了，它其实没有很耐撞哎。哇，有时候看到车都不知道该撞还不该撞，我们该走了。哇哦，哇！有没有补血？我需要补血，我好像没有补血。哦，这台性能好好啊！但我血已经超惨了。OK， 哇，嘿，哈哈，有没有机会可以让他补一下我的车，还有我的人？有，哇，装甲车继续开。我刚才是撞到了那个大型的直升机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完蛋！哎、欸，继续补。好，这台车就是毛起来开，这台车太棒了。然后我们要从哪边上去啊？哎、欸，反腐！哇，坦克！哇！我们要绕一下路。哦，哇！怎么办？死路！等一下哦，抢一下。哎。OK， 哇，哇，好，可以了，上来了，快跑！那、哦、我刚才都没有时间用 Q 哎、欸，我想弄个坦克哦，哇、哦，还好冲过来，然后 我常常会忘记我可以闪避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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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抢了一个坦克啊！还有九分钟，继续补血。我有坦克了，我还要武器干嘛？对不对？可坦克移动好慢哦。哇，它移动太慢了。九分钟时间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我们从外围走，而且他其实打不太准，坦克就是帅而已。他其实打不太准哎、欸。火焰喷射器，火箭发射器，火焰吧。啊，这里不能走。完蛋，我们可能需要快走了。哇哇！现在好像不需要开车了、欸，我们这个威力很强哎、欸。哎呀，痛！刚才扣到血，哦，扣好多，扣好多，我的天！感觉还是需要车。哎，有啦，小台车它一样会有喷射器的效果。八分钟哦，来，哎，加强，好了，哦，这个护甲很多，可以，舰车好像开得蛮快的，
移动也蛮快的，所以电车其实也是不错的选项。哦，在这里有了，撸过来了，榴弹发射器，哎呀，有喷火枪，小朋友才用榴弹发射器啊。哇哦！再一个，继续补血。可惜护甲好像不会补，对，护甲不会补。还有170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么做得到。这里。哦，尖刺，尖刺保险杆，更多的血。哇，这台好大台哦，我可以拿吗？那个好像不能动。哇，更大的飞机啊，大型的那个战斗机都来了。哎呦，马上解锁了一个东西。对，好像解锁了一样东西。这个好远，我还有6分钟，走吧。6分钟可以呼一声，所以我们还是快过去吧。好冷哦！哇，完蛋，这里，哇哦，他那个护栏一定会撞到一下，很麻烦。哇，护栏麻烦。哦，好安静哦。这有些音效，哇、哦，真的是有够大声呢。啊！哇，车要快坏了。我觉得那个铁的很好用，铁的一定要拿。嗯，那个很耐撞，然后又可以撑很久。因为换车就代表有可能要扣血，就很危险。钢制升级，再次。这里可以直接飞下去了，再飞下去，哎，可惜了。再来，不然会不会被火车撞到？还有5分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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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说明这次可以过关哦。还有，哎呀，我直接被他开了一炮，等一下，不要开了一炮，我车还在，2炮了，这个太凶了吧？哎，我连直升机都可以喷得到，哎。哦，坠毁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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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上来了！哎，恶魔引擎，加速度再快！哎呦呦，明显有快到哎、欸，这个明显有快哎、欸。所以其实你如果车子是好的，好像舰车反而最好哎、欸，其他的车要么移动很慢，要么转向很慢。舰车是我觉得最平均的。哇！然后来个火箭发射器，哎，不要，尖刺保险杆。快，送你们颗炸弹，再给你们一颗。我常常忘记用哎。可惜了，这个回血不能回护甲，我们好像不应该拿回血的，对，不应该拿回血的，有点可惜。哇哦，哎，舰车好像真的是游戏里面最强的一台车哎，哇，好啦，火箭发射器吧，火箭发射器好像还好哎。哇、哦，有了有了，那个炸毁的效果是不错的。哇，我想要赶快把我车再装回护杆、哦。这台车好好开哦。哇，这哎呦，可惜了。舰车真的是让我想到那个
有一个叫什么终极杀阵，对，终极杀阵。我想到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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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！哇，那个坦克直接把我车给撸爆了，完蛋！哇，我们要赶快抢一台车，砂石车，哎，刹车没了。我的天，刹车直接爆炸！哎，这个武器已经不是现代武器了吧？太凶了吧！好像还是火焰喷射器比较好，这个会炸到自己要的车，然后甚至炸到自己的路径。送了一颗，没有，没事。哇！完蛋！哇、哦，快死掉了，两分钟而已啊。你是要拿这台？不行，拿这台太危险了。完蛋了！哎呀，我被一个路过的，哎呀，差一点点赢了呢，差一点点。然后19颗星。哇哦，哎有啦，它右下角有集了多少，它就会有。我们解锁了一个小女孩，看一下，成为第一位女总统。哈？那可以干嘛？它的差别在哪里？嘿。踢不动哎、欸，然后还被水枪攻击哎、欸。我虽然踢得很快，可是我，哦，不是，我可以超重人哎、欸。啊，原来我不能用，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变成我们的人了。对，你看，但是没有敌人，我们需要个敌人来看看。就你了，我会撸到自己人吗？好像不会。有了有了有了，看一下哦，我们的护卫队会帮我们攻击吗？哦，会耶，我们的护卫队会攻击哎。有，看一下。哦。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能力啊。那圣诞老人丢垃圾礼物好像就还好，他那个炸弹效果不是很方便。然后有些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信徒，有些不行啊。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判定。哦，而且连拿枪的都可以啊。不知道警察行不行。然后为什么我在一个 2D 游戏玩到有点晕呢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以吗？好像不行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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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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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哇！我只要靠过去，都会变成我的人哎！超强，超强，来！哇、哦，超多台，完蛋了！哦，好像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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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抢一个警车。哇，好，全部都可以变我们的人，我有点不想上车哎，上车好像没有办法。啊，完了，但可能要死了。直升机可以吗？不行，一定要人。哎，车子好像也可以哎。刚刚车子也变成蓝色的嘞，血腥小女孩好凶哦。然后他那个解锁要一轮内解锁，啊，好像要一轮内解锁完才会有。哇，这游戏好玩哎，90多块钱而已，所以我觉得
如果你看了有兴趣的话，差不多可以入手了。才刚出九十几块，它之后是不是还更新新的角色？而且我们只玩了其中两只，两只是完全不一样的玩法了。六只或许会有更多的内容啦，但我们只会拍一集，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多就是介绍游戏了。除非有一些像是像亡灵，大军那种，可能要慢慢玩，然后会有推进的，我们可能会多个两三集。所以如果还有一些有趣游戏的话，我们再找机会拍给大家看啦。那我们就是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